得远呀、啊，装修佬甩得远呀、啊，装修佬甩得远呀、啊，装修佬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装修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小百科。各位家庭朋友，如果你们有记忆的话，应该记得上次我和大家介绍一个不锈钢面的有 USB 的插位。今天跟大家讲另外一样更加好的东西，都是同一个牌子的。它有什么好呢？第一样东西就是它不是不锈钢的，便宜一点。第二样东西就是它那个 USB 那个插嘴位来讲呢，插电是快一点。還有一樣更加好的好東西，就是它其實送了那個托架給你的。那個托架有什麼用啊？一般你們那些這樣的掣位呢，你沒有那個托架的話，萬一它安了一個比較高一點的地方，那你怎樣充電？難道插完之後跟著吊在那裡吊吊揈嗎？你搬張桌子過來也都會很傻的嘛，是不是？有了它就不一樣了。當你想插電的時候，跟著下去將電話放上去，是不是很方便啊？裝上天花板都沒問題啊。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又到此為止了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